这个布料是挺亮的棉料，它不是随随便便会皱掉的棉料，下摆是不收边的，所以我说了比较高个人粉丝可以穿，不会裤子太短了，比较小个人粉丝可以直接剪掉，它也是舒适舒服的，所以 S 号 M 号都可以穿，这边全部做了打折，还有做口袋，但一样显瘦。再来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它够挺，它不会这样子软软，很休闲很运动感觉，它是落地直筒裤，这一件是挺料的棉裤，可以运动穿，可以休闲穿，可以毛衣穿，这一款没有刷磨毛，所以各位穿起来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哦。它大概落在肚脐的位置，然后是非常舒适的，所以呢一样 S 号 M 号 L 号都可以驾驭。